今天是一个纪念日，在场诸君一定知道哀悼所在。他们三个好人都死了，就我一个坏人还活着。哀伤是为毫无预兆的一去不还。说起2020年，我们为什么想要选择《一种旁观》这个剧本，其实是我在早在2017年的时候，我在国内杭州的一个读剧会，我就认识到了胡玄毅的这个剧本，以及一群非常热爱这些当代作品的小伙伴。反而他被淹没了， okay, okay. 所以就是现在只有他来穿，是他来穿。Okay, okay. 对，你们给他提供，然后他来穿。好，可以，可以，好。臣要听实话，毕竟您得有自己的经历，以后才有故事可以讲。因为我们讨论地震肯定是讨论地震本身，但是它的这个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它在讨论重建。重建不仅仅是城市的重建，更多的是人性，我们的叙述的重建，我们整个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记忆的一个重建。一开始我们是怎么去解读它的，更像是它像是有一个哲理性的，有节奏感的，是一种抗争。我们在里面读出了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他说衣服是我们人类最后的底线，或者说我们要守住人类最后的体面。大大大大大，衣服成了我们最后的底线。衣服成了我们最后的底线。我们有一个角色是小马，她是一个妓女，在故事中她在她的工作的时候遭遇到了地震，所以她被埋在废墟底下的时候，她就停留在了那一刻。她衣不蔽体，她一个人非常孤独，她最后死在了那里面。我们如何通过这首歌去重塑，或者说是给她体面，施舍她体面。所以我们就打算让我们的演员每人拿一件衣服去给衣不蔽体的小马给穿上，想要去尝试把他体面给重新给捡回来，重新把体面给他披上。故事是这样子，就是嫖客他当时发生地震的时候，他有家人，他有妻子，他有孩子，但他还是选择了就是在我们现实中就既定社会价值观中就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比较糟糕的一个行为。他去找了一个妓女，然后来他家来获得他的一个性服务，但是地震发生了，我们价值观体系里的那种坏人，就是我们的坏人，我们嫖客在这个地震中活下来了，但是妓女在我们想象中他可能迫不得已才能干这种生活，就相对弱的那一方反而活了下来。这件事情其实对嫖客来讲是意义重大的，为什么？因为是妓女救了他，如果没有这个妓女，这嫖客不可能活下来。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妓女为了救他而献出了生命，所以说嫖客这辈子他都得带着记忆前行。世界已经地动山摇，跟他换了位置。妓女和嫖客这一幕其实是一个故事，是不想听到的故事，就跟我们所有人一样，我们从手机上读到一个故事，哪里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是悲剧是喜剧，有人哭有人笑，有人绝望，有人嘶喊着感觉一切都离我们很遥远。但这次不一样，其实我有点和编剧的意思反着来。编剧说这一段是以听觉为主，视觉为辅，而我偏不要这样，我要视觉为主，听觉为辅。因为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你听到的故事和我听到的，你讲的故事和我听到的已经差太远了，我想用视觉在强化这样，就是这是属于嫖客的故事，他的视角，他在讲一个关于他的事情，我听了我震撼了，但我永远不会像他本人那样震撼，我永远不会像他本人那样绝望。我们是如何实现以视觉为主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我们打算用实时投影，用第一人称和相机，然后再设计一个暗示，就是观众看不到的地方，来表达这个记忆是专门是嫖客独有的，是只有嫖客拥有，我们是无法进入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能够通过他的镜头，也就是我们能够通过嫖客的转述
来获取零碎的关于他这段记忆的一些信息，或者说在你会压在这儿，反正这个地方到底怎么实现得看，然后最后你被拉出来还是从这儿被拉出来，然后最后我赢他成功，世界上孤魂野鬼你已经在这儿了。有一个问题啊，等一下，是这样子，是我进来的时候小马给我看起来，然后我先上床，所以我是在这个位置，小马是在床上，但是小马他跑的时候是他先跑到这个位置，而他要拉我的时候其实是换了位置以后我变到这边来，他变到这边来了，对对对，就是这样设计的。是的，所以我们能够得到他的画面，当然现实中我们当然 得到不了任何其他故事的画面，但是在这个剧场中我想赋予他这样的一种画面感，让观众去感到震撼，让他感知到嫖客在经历什么，我觉得这点在戏剧中特别特别重要，观众感受到什么，我觉得如果有画面的话比起听觉来说是更有力量，这是我想追求的。说不定当然这个还不确定，我们想到一个点，就比方说我们可以用乒乓球，拿200个乒乓球从舞台的顶上在观众席的头上哗啦的放下，那种声音，那种铺天盖地而来，那种无法避免的 自由落体，其实就是地震的某一种特质，而那种特质才是我们需要的，那种无助感。可眼见着就要安全了，可他这么有分寸的人怎么就把手伸给了我？对，这时候要听话。我小心点，不好意思，我的家庭生活他不问，平时在路上遇到他不打招呼，我不主动联系他，他就像世上没我这个人似的。我们见面时干脆的聊天办事，也从不涨价。小马实在是太有分寸了，才晃两三下他就懂了，翻身便往厕所爬，眼见着要安全了。可他那么有分寸的人怎么就回头把手伸给了我呢？黑暗什么都没有，而那些人影可能就是黑暗中的我们的一些想法被永远的禁锢在这个黑暗中，所以我想靠一个完全的 blackout， 就我们说剧场全黑的一种状态，我们鼓励让观众拿出闪光灯，手机里的闪光灯，用我们的行动来驱散我们现实中的沉默，让我们那些想法再次见到光亮。地震这个元素，灾难这个元素非常重要，但因为这部剧讲的就是地震，虽然它讲的更多是重建，但是我们如何来表达灾难是一件非常有争议的事情，因为我们不能放任何真实的素材，我们更想去表现它，或者说把它的某种特质在舞台上，在这个充满假定性的地方给放大，像地震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无处不在，是铺天盖地的，是无法避免的那种状态，我们想复刻那种状态，而不是去复刻去重现一场地震，我们想要那种压迫感。我最自信的其实就是我看到很多像我一样有热情的人，其实我当年来 Queens 之后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做剧，也一起熬夜，也一起甚至不回家，就一直在那里做。我觉得让我很有信心的是我又看到了这么一群有热情的人，想要去表达，有很多想要去说的。我知道我们是学生，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第一次合作的团队，但是到底失败算什么呢？我们已经有那么多好的想法，我们在为这些想法不断的努力，就算失败也是一个我们说叫做 big fail，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但是我就要这个失败特别巨大，我要我们想一个特别巨大的 plan， 然后结果实现不了，但这个巨大的失败才是我们最真实的。我们可以在未来说，我们曾经想要改变一种审美方式，我们曾经要改变一种人类的思考方式，但是最后我们失败，但这个对我们来说更重要。如果是失败的话，我希望那是一个平庸的失败，我不希望那是一个平庸的失败，而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但是我们现在已经非常巨大，就算失败了又如何？我们已经这样子努力的想要去表达一些非常庞大的东西，我们想要去解决它，想要去描述它，已经到如此程度了，我还需要什么呢？我们还要怎么样？当然，我还是希望能够票卖得好一点，这样有更多人能够看到它。西装皮鞋领结衬衫手帕帮我拿一拿，麻烦帽子耳环
换项链披肩，墨镜可以放一放，木盖婚礼葬礼值得纪念，就算是平常一天，千万别乱穿呀。衣服是身份，衣服是能突围的体面，衣服是安稳，衣服是最快捷的充钱，车辙如针，泥泞阴险，断壁两梯，残垣裁剪，衣服成了我们最后的底线。事情发生的时候，通常是死在疼痛的折磨下，你的镜子碎了，世界变得更复杂了，这样凄厉，人的眼睛也是反射，世界在眼睛里无所遁形了呢。每位每位自己都成了废墟，衣服是我们最后的底线，我们是自身。